神金星为你带来了美丽和浪漫的爱情，也为你带来了灵感和金钱的幸运。可能会因为金钱的问题让你忽然想离开现在的生活。爱神金星进入了深沉的天蝎座，一进入天蝎座就触动了海王星和凯龙，所展示出来的是另类的美感和价值，并具有一种内在的神秘吸引力，有助于另类艺术的展示，但可能却要小心面对伤痛或自己被边缘化。月亮在天秤，并慢慢向火星靠近，星空中充满了和谐的氛围，但可能会为了维持表面的对等而刻意的压住不发脾气，所以就以优雅的方式关爱一下你的男神吧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